队我们应该有原皮啊，应该是两个队长，颜值可以，两个充满这个节目效果的角色，可以可以，非常期待小战场。哎，双方先秀场，同时秀场，那非常经典的棋手，基本礼，可以，队长的基本礼。双方其实两边都能非常好的连到对面，惩罚到对面。这里攻下，哎呦，开局一个带刀，好，这也拿到我们学弟啊，拿到第一条命。是的，哎，连带失误。空后有个连招起手，攻上攻上跳打到了，带刀，哎呦，空前没有打到甜点。三连三连。对，下踢这一脚非常灵性，这里要被惩罚。哦，哎呦，有来有回，有来有回，有来有回，队长低头，你来我往，这个就好看了啊。是的，开了一个好头。那双方都在不断的试探，他找到几种，上一次被打断了。队长是一个非常独特的，他身边这个音效实在太搞笑了。这错了，哎，去打空要有个机会。我想，因为这个毒头有点大。队长那个喷源是贝吉塔喷源，所以、哦、非常的雄浑，非常雄浑，男性力量十足。哦，转身抓非常灵性。是的，这里马上没有阻到。嗯，继续双方咬得非常死。攻下空前，啪！太经典了，太经典了。攻下膝盖带走。现在 Mr. J 有一个领先，但是很有可能暴刷啊，暴刷。对对，刚才就马上就被拿走了。连端，左边下 T 没有摸到，我继续覆盖。两回，哇、哦，差点点。那现在自己要被对面拦了。好，打中一下，不多。稳的，好。横臂抓到了。哎，这个上 S， 队长上 S 非常安全。嗯。所以大家会看到队长非常多的看你哪就是慢了点。哎，给他机会了。对，场外吗？没有，手边没有得到。那么这边，那就是梅瑟姐慢慢的扩大优势。这边 NicePear 还是没有吧？不行，不行，拿不到击杀，位置不对。对，我还以为他想反，对我也以为是反向过来、嗯，很危险啊！撤撤，好，非常魔性的这个声音。嗯，这边 NicePear 能够不想没有拿到。皮尔现在非常稳了，也没有贸然的进攻啊，跟差不多，下一个怎么都死。对，186了，啊，砸到了，砸到了，这个上臂大很大的一个覆盖啊。是是是，哇，哇，没得了，哎，在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这个有点，你也想？大家都比较放松啊，放松。赛出风格，赛出水平，死，漂亮，漂亮。那么十四的学弟 Mr. J 拿到了第一局啊。非常狂野，非常好看啊！拿到了一些非常经典的一个连段确认的击杀。是的，是的。你看，两次击杀膝盖，一次击杀是空下，还有比这更爽的引法吗？ 对吧？哦，如果有更有的话，那就是鹰拳击杀。今天感觉 Mr. J 会打得很尽兴啊。嗯。他尽兴，其实 NicePear 选手我就估计也是尽兴的。哦，很 S。嗯。看一看，其实感觉还是要连招上看大家会不会状态，随着状态的火热啊，连招会越来越顺手啊，这些东西。因为这一局两个空前膝盖都是 Mr. J 拿到的。对，就看那个 NicePear 能不能打出一些比较精彩的连招。对，第二局啊，场地也很重要，对于队长的连招的影响。嗯、Mr. J 和 IDJ 会一点哦，看一看，你看他这个 J 就是没 IDJ 的 J 哦，来这样子来，基本礼仪。哎。这边进攻失败要被惩罚啊！刚才那个队长就是被下头之后，正确 DI 其实就是往后往下 DI。对对，然后这种情况队长有连招，只能 DI 这个 DI。加把加把，好，现在是一线选手的这个优势。左边哎，直接反抢，真敢！哎呦，危险危险！直接这个 Mix 抓到对面的开盾。我靠！进攻失败，哦、哎，这里哦、哎，没有击杀，差一点点，但是很爽哦，读错了，没有读到对面的，不然的话是有机会的。刚才那个非常好，哎，如果是鹰拳的话，对，如果是鹰拳的话，的啊，没有确认到，要急，看看接下来会不会有我们想要的操作啊？是的，两边，低头就是这个样子，低头就是这个样子，左边。太魔性了，天哪！哇，自己进攻失败，被反杀了，被一个上 S 接待了。上 S 判定太大，对，非常大。场外成功 ，SPD 非常努力想拿到击杀，但是失败，二段跳没有了，这些覆盖，攻下是对的，但是没有连上。回来的时候，这个空闪被抓了，是刚才那个很危险，其实想法是好，是，但是没有连上。杀意尽显，没事，这些选手这个已经杀心渐露了，状态火热，是的，双方都是，双方都是。我觉得其实虽然刚才 Mr. J 选手哪怕他有优势，我觉得这一局谁都有可能。对的，我才差一点点，抓到，至少自己不会被戳边了。继续打伤害，
哎，这横臂居然捞到了，反伤没有利好，是，哎呦，这一脚踢的，算是差和，惩罚下踢，这脚击飞非常好，下空下差一点点，好躲好躲好躲，两边现在都没有拿到空下，但双方都在 mix 自己上臂的这个轨迹，对的。哦呦呦，空下的酸点机会也非常夸张，这里差一点点。那么纳斯皮亚是逃过一劫，被惩罚到。对，我双方现在百米都差不多。脚点差，能回吗？能回，但是被踩了。纳斯皮亚也是终于拿到这条空下，是的，对他来说拿到领先了，其实是下踢。好，会不会场外有吗？哦，漂亮，直接带走，非常稳健，没有不下去了，就用最稳的东西给你打。好。两边都在摸这个棋手，对，中距离，哎，差一点，反冲刺没按出来，对，冲刺没按出来，很明显的。这里这个空下，哦，哎，也在 mix， 延迟延迟，也，哎，好，有正连，再来一个，哎，哦，翻墙，哦，这一点是还行，非常的意外，是的。左边，哦，对，上臂，对，真经典，开盾去用这个上臂的转向去挡，瘦身，哦，危险，啊，哎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十四都叫起来了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，可惜，就那 IDG， 我觉得他现在自己击飞率很高了，哎，这个反打有机会，哎，反可惜，可惜了，哎，自己硬多失败了，非常，一比一，好，可以说，我想看就是这个，我想看就是这个，可惜双方都有机会，你看谁能把握到最后一下，最后可惜还是刚才那个最后那一波没打好，对，打中的话就好了。那么第三局又是一个赛点啊 ，BO3 打满，当然是很好看，有来有回。对的。哦，双方还是在地面上。这个上 S 我们有一个粗俗的称法叫甩脚上，因为他那个判定就是第一步就是在上啊对甩脚，像蛇上剑那种动作。对对对对。再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判定出来了，因为他脚明明不在。太夸张了，是是。第三局哪张图？卡洛斯啊，这张图。这张图中间没有板子的话，要两边。哎，好好，两个人同时挑衅，都有一种默契啊，嗯，队长玩家的默契。连招，哎，失误，哎，没关系，反正开心就好了。下头，这个有上，哦，读到空闪了，漂亮。哦，哎，空下，哦，伤害是打出来，伤害打出来，有想法，嗯，但是至少是拿到很高的收益。喂，打中，下气，好，大家都已经打出了自己的风采，这里能回能回，哦对，踩墙跳，漂亮。那么现在其实 Miss J 已经开始想摸一些大收益的东西了，这里哦，很巧很巧妙的一个逻辑，很飘很飘很飘，队长的上臂空飘瞬间极其强，哦，这个很意外，我们也没想到脱手空前啊，百分米到，自信自信自信。就反正我也能反打一次，那为什么我不用全游戏最强的空前来打你呢？对吧？哎，危险，差一点点，没有打中。好，点杀。现在交换都是对阿 J 有利的。对的。空完啊，空前，空前啊，空上。Miss J 已经开始想读对面下一个步动作了。是的，是的。一旦被他抓到机会，那又是一套大的收益。喂，连断，漂亮，在真的在读对面空闪。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这空前是 lock 了，没有打到甜点。是的。我还在读，还在读啊，读疯了已经。哇，这一脚，第一次出现阴息。我一直在等啊，双方都没有出这个。对，都非常克制，都非常克制啊。明明下臂。哎，这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现在 NicePear 拿不到击杀啊，嗯，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不过至少能把阿 J 困在哪边了。下贴捞不到，我，哦，直接冲过去抓，非常的勇敢。是的。节奏突然，哎呀，宝贝，宝贝。这个上一次没有对空成功，被钻屁股了。是的。哇，哎，太帅了！正常人谁那么玩？自信彻底的自信打出来了。正常人谁那么玩？可以可以。冲过去一个空前还行。我已经局面完全在 Mr. J 手里。是的。再抓。走，再来。攻上。是。哦，漂亮！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，鼓掌。打爽了，彻底的打爽。打爽，真的打爽了。智慧票价，智慧票价。那么恭喜 Mr. J 啊，进入下一轮。这应该是胜的多。嗯，爆炸性的队长对队长，太爽了！他们打爽，我看爽了。连段越来越好，是像这种板子的这个位置，一旦真的能连段成功，就是死。对于队长来说，你必须 DI 非常悠久才能打。对的。真的是可以看到 Mr. J 打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自信。是的，无论是优势能中，故意放招去读下一步动作，还是越来越好的一个连段，是的，非常好的一个发挥啊。看这个波，哎，精彩！这晚上不得心里随地吃饭。哎，太精彩了！当然，那次票也没有被淘汰啊，在败者组啊，也可以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。看一下接
你除了直播台之外，还有很多的比赛在其他的一个比赛台在上演啊。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紧凑，看一看。上海有很多队长玩家，马上就两位，两位，一个是靠姐，一个就是梅赛这边。那现在我应该在胜者组的这边晋级的全部出炉了，美塔拉、小明、塔姑央，还有阿玛 K， 阿玛 K 2-0战胜了。哦，这个很强，这个很强。阿玛 K 虽然休息没有休息好。